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追鸡追到没有力气的中华小白兔呀。最近呢，我闺蜜一直嚷嚷着让我带她出去春，不对，这个叫下游吧。但是奈何我是一个满脑子都是吃的人，所以我找到了一家觊觎很久的柴火鸡。我为什么要耍花手？那今天这家柴火鸡呢，有一个很朴实的名字，它叫做幸福柴火鸡。实不相瞒，来之前我闺蜜脑海中的郊游是这样的：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脑海中是这样的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也超久没有来这种农家乐吃饭了，就是记忆中朴实无华的灶，还有四川人最爱的各种鸡麻，这个真的是每一个成都人小时候必备的回忆吧。啊，我的妈，那这个四到五人餐居然才288，我得赶紧点一个。像这种套餐就很好，经济又实惠，还能吃到各种各样的菜，很棒。你不是为了省钱吗？你别管，香。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柴火鸡了，这个也是现杀现做的。刚刚老板有跟我们讲，他们家的鸡呢，从杀到制作一共要花40分钟，然后现在它真的刚好太烫了，我们先来个凉拌鸡吧，反正我今天跟鸡过不去就对了。土鸡呢，它这个皮比较脆，然后骨头比较硬，就肉质呢又很紧实，也不会很柴，刚刚好。我觉得他们家凉拌的味道算是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是赠送的嘛，就套餐里的，麻麻辣辣鲜香，主要是鸡肉太好了。大家最近有看《乘风破浪姐姐》吗？你有看吗？我有啊，我特别喜欢张雨绮，还有张我也是，我拿300亿和你玩，你当我是空气啊？居然去泡一条鸡！我还特别喜欢里面的黄渤，从之前《镇魂街》的 OPED 开始就超级爱他，太可爱了。好几个姐姐说，他们要不是为了合同，早就回家了。创造营的妹妹 VS 乘风破浪的姐姐。这个鸡凉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尝尝看吧。你们看它这个鸡肉真的很大一块。好嫩啊！它这个真的鸡不愧是土鸡，肉质真的是那种很紧实，皮又脆脆的，跟刚刚吃到的凉拌鸡是同一种鸡，特别好吃。味道的话呢，我觉得比较普通。就据说他们这个是独家特制的底料嘛，确实能尝到就是他们认真的研发过了。但是，比起我们吃到好多探店里的，这个味道就比较普通。不过真的这个氛围是好的，我再多吃几口。我多吃两口，觉得这个鸡很像大盘鸡，它这个土鸡肉真的很紧实，非常不错。跟普通的那种三黄鸡比起来，没有那么嫩，但是就很香。我很喜欢它这里面配菜很丰富，像是什么土豆、魔芋、四季豆、莴笋、香菇、笋子，真的都是我很喜欢吃的素菜。看它这里面还放了折耳根，它这里面每一道素菜真的都跟那个酱汁很搭配，我觉得吃起来不亚于鸡肉，还是好吃。但我最喜欢还是这个。折耳根，我吃火锅也超爱这个折耳根，它可能是放上去当料的。没想到居然是我的最爱。下一个我们来尝尝它的锅边馍，这从之前我们探马旺子的时候我就已经超级想吃了，真正的玉米粑锅边馍。你们看，它背面已经烤脆了，闻到它那种淡淡的香甜的味道了，赶紧尝一口。哇，好泡勺啊！大家知道泡勺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它这个面饼很松软，旁边这些又是脆的，你们看啊。我来蘸点料试试看，蘸了酱汁有点香辣的味道，也很香。它这个锅边馍的味道就比较原始，跟我之前吃到马旺子的那个薄的不太一样，那个要特别的香甜，这个呢是带着淡淡的清香，不过真的越吃越想吃，里面应该还有南瓜之类的，很香。兔子，为了报答你今天带我出来郊游，又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今天我买单。真的假的？你上次跑单的事情我真的留下阴影了，我发誓今天真的是我买单，如果我骗你，那我就永远吃不到鸡。吃吧，我勉为其难再相信他最后一次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严重怀疑他又跑路了。走吧，回家。你买好单了？对呀、啊、你真的买好了吗？你确定？我真的已经付过了，但是我刚刚团购的怎么办？下次一定。你确定付了款吗？那个老板不得追出来吧？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太吓人了！你们看，我发现了什么 ？Hello 单车 Plus，
这太好玩了，怎么搞啊？啊，这个是坏的。他们家的味道呢，总体来说我觉得比较普通，但是那个鸡的肉质是真的很好，就真的是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做的土鸡，非常不错。我觉得这种农家乐呢，比较适合周末的时候跟家里人或者跟朋友约了以后过来一起玩，就玩一整天，然后吃这么一顿很质朴的，我就觉得很棒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过来成都这边玩一玩哦。好了，我要玩了。这一次在大云吃成都素，大家还想看我自盲？记得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下期再见。假装自己在骑。